这头猪呢是今天拿去捐赠的啊，现在先把它拿去处理，然后等一下就拿到县城给他们了。因为现在这段时间就是城里面都是封城的，所以呢这个吃的这一块是比较缺的，特别是肉这一块。我这边呢就只能给他们捐这个猪还有那个鸡。扎好还要帮赶好，然后还要送过去，现在呢马上拉过去啊，要到县城那边啊，还要拉一些鸡。